岂可上我一格？窈窕淑女，君子风华正。风华正。奶奶，你红叫，传传得人听得着。 不缺，来，帮忙捡一下，看这个，小草，小草，来，怎么了？看到，好货，好货，拿走你看。别动，别动，把它过来提来呀。嗯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 是我连累你了，没事，姐妹感应是天性。昨天你家逃走的那个丫头找到了，小东君找到了，他人呢？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你去，怎么这么突然？他的尸体被卡在礁石上，又都被海浪给打了。大一点的，小草，快点，小草，把胆子拿出来呀！ 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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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的想。昨晚刀疤有出海吗？算大潮，船出不了海。那你还那是我还是小杜鹃的？是我。我们逃走吧。周围都是海，怎么逃？不逃，是要等着被流放吗？怎么会是我家的丫头死在你们港里？不然呢？哼，应该是你家的小子死在我们温柔乡才是啊。我不是在温柔乡里吗？哪个女人留得住你啊？要不然把花园楼关闭，跟我走。等等，玉囊辟邪，挡挡晦气。海爷看到。别拿，拿来了。海爷，海爷，你看这些啊，都是那丫头身上的。赶快收拾。哦，好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还有什么发现？不过是个逃跑的歌姬，也跟歌姬走得太近。我们的家不准女人床上，在海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就好。拿来。谁的？不知道。又是你，在楼阁上烧什么纸钱呢？怕犯冲啊，谁叫那丫头要死在我们对床？哼，做了亏心事啊，怕鬼呀？我才不怕呢。反正我们这花楼里有哪个是人，还不都是鬼？你胡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月娘。请先用茶吧。翁员外出了岳家了，怎么想卖还是想嫁呢？可是我花粉症还没好，还不能见人呢。是吗？花粉症这么久，等过了这个季节就好了。我去准备糕点。真是，人家还以为我们哪翘呢。月娘，中南馆的文秀先生来了，带他去教坊。是的，月娘。稍等一下，他是文秀。
花老板说，这间教坊呢，以后就交给你了。您看着办吧。让八楼请。哎呀，丢雷横行，早准备工作。来，掌柜，你们叫我你的花样酒。来，给两位先生。家王没看见。再来啊！哎，各位老板，怎么都不赏我酒喝啊？赏，一定赏。来。那要喝三杯哦。Es realmente sorprendente cómo ha prosperado esta isla del exilio. 哪里，我们只不过有自己的圣火。那海爷您是怎么看待这关雅的海禁令啊？海爷他看都不看，根本就不理。Es que dice que no importa la ley。来，喝啊，开心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没喝多了，让他歇会儿吧。哎，小雪姑娘，你又没喝，怎么也脸红啊？我没醉，前面感冒而已。这两位姐姐，只要一个人生病，就会一起发烧。你居然没有醉，继续再喝。走，如果他们俩一起在床上，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啊？哎呦，这种事情你也敢想？我想知道。小雪姑娘，你认为会怎么样啊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试试看不就行了？我们弟兄俩一人试一个吧，啊？小张姑娘，今晚你就归我了啊！来来来，这样啊？可以。我们也是位天外人的，可恶！故意的又怎么样？因为我们都没在同一个岛屿。Cuento con su cooperación para hacer negocios. 是这样的，海爷，他呢想在这边买一块地，就在这儿，在这岛上建成。这岛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我卖不了。Dice que no es el dueño. Entiendo, pero podría controlarla si le proporcionamos más armas.好枪！我家的歌姬这么好看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刚才不小心放了一个鞭炮，现在请大家喝酒压压惊。送酒。小雪，跟我走。去哪？你说呢？替你跟客人磕头赔罪呀、啊？不去，我们姐妹俩谁都不去。
乖乖待着。来做生意，我们欢迎。霸占我们土地不行。嗯，记住，跨洋楼重要的不是歌妓，是生意。吓人啊！都上来。昨天晚上还让我开了杀戒，你怕吗？你呢？我在小杜鹃的身上。听得到我姐的歌声吗？她在唱我们的身世。穷子勤劳家国穷，你咋会花落水影，穷小有孙做娘用。小雪姑娘，小雪姑娘，这我写完再还给姑娘吧。刚才上课失态，先生你太客气了。不是我。小雪。你有心上人吗？没有。过来坐。
小双关门。如果你没有心上人，为什么不肯卖身呢？月娘，我真的没有。脱呀，脱啊，脱呀，脱！月娘，脱！月娘，脱！月娘，月娘，脱呀，脱！这是什么怪病？不要再问了，你就把我流放吧。麻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是我爹，他替人治病的时候不小心染伤的。你爹？你爹不是当官的吗？姑娘，你家的姐妹为什么在哭呢？我们被一艘红发人的船抢了，阿爹他就被推落海了。这么可怜，那你怎么没哭呢？爹说过，我们官宦人家要有骨气，不能哭。我绑小脚的时候也没哭啊。是吗？是啊。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去抓你爹的手？没有，我推开了我爹。你果然狠。所以小杜鹃是你给他钱让他去送死的吧？为什么得病的不是你啊？玉娘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当红的歌姬得了麻风，不止你们完了，我们也跟着完了。现在除了偷偷把你流放，我还能怎么办？你说。月娘，你放过小姐。闭嘴！你能代替他再说吧。不如我成全你跟文寿吧，怎么样？听说麻风女人刚鬓发的时候是最美的，只要你过风给男人，你就有救了。干什么？白小雪是生什么病啊？为什么要她妹妹去？哎呀，我知道，一定是啊，那个歌姬犯了什么错，所以被花老板给禁足了。对吧？哎，说不定啊，那个歌姬的肚子被人给搞大了。哎，有可能哦。这有十年吗？十年五年都在这儿喽。花老板。嗯。花老板，请你不要误会我们。误会什么？我不会跟学生有暧昧的。你不欣赏我们家小雪啊？花老板，小雪的歌声就有如天上之音，但我们之间是清白的，请花老板不要误会。哼，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根本不在乎小雪清不清白，我只在乎她能不能成器呢？相信我，以小雪的资质，假以时日，她一定能成大器。好，我就要先生这句话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把小雪交给你。只要你能好好的栽培她，成为天下第一歌姬，你做什么，我就不管了。喝。你不会真的对先生动感情了吧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跟先生就像你跟大爸一样啊，
那如果我可以失去刀疤，你也可以放弃文秀吗？等一下，秦海爷，海爷，到我的船上喝杯茶。什么茶？啊，我朋友让我转交一封信给你。该吃饭了。嗯，走，请。海爷，请。嗯，原来吕二少是个文人。海爷过奖了。信呢？没事没事，开个窗透透气。小丫真是没气了，交上书。海爷，请等一下，我也只是受人之托啊。受谁之托啊？李二少是受我之托。我们是奉了巡抚之命而来的。怎么样？我不能放弃我的兄弟和这个小岛，恕不能从命。哼，那我就以海贼之名将你拿下。什么是海贼？我说你们是关节太对。狂妄海贼，上！我的字画，
老爸，干嘛整鱼缸不长刀啊？好了，不当官就不当嘛，没必要这样。可恶海贼，早有一天我一定亲手逮捕你，海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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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既然你说我们是海贼，我们也不能空手回去，把你的肖邦走。回去之后，把我们岛上的生活写成文章给那些官贼看，告诉他们，我们不需要他们用无知的态度来管理我们。哦。原来小双居然这么能唱，之前妈上了这么多次课，我怎么会没有发现呢？哎呀，真是看走眼。妹妹在台上漂亮吗？当然漂亮，台下的客人眼睛就跟发了光似的一样。华老板还说要多安排几场堂会的，看来我得多安排几首新的曲子。什么曲子适合小双？搭序，不如我们现在就来练习棉搭序吧。小雪，开始吧。
昨天晚上的小双就像那以前的影子。干嘛？连你也想要他？是李二少要的，不能听见完。经过这两天的堂会，小双的预定都满了。嗯，有没有那么巧啊？能有多满？那要看这位李二少口袋有多深呢。我们的茶货都是他家来的，怎么样？芙蓉茶？没错，真假茶庄。这么大户，你现在才讲？嗯。当家的，船回来了。这海贼究竟是开了什么条件啊？他说若这世上没有公道，他宁可使着小船漂浮在海上。他还说做人最大的隐患莫过于穿着官服站在庙堂之上。哈，这个人倒真有点见识啊。什么见识啊？他绑架了你家姑爷，可是个海贼啊。人家半点东西都没抢，也没有向我们要求银两，怎么能谈得上是绑架呢？怕是二少在外面心玩野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肯回来。你要上山？把小雪的东西收拾好。是，现在小双的客人越来越多了，他需要自己的楼阁，你搬去下房住吧。还有这边，哎，快点。那小雪这件衣服要不要收？留给小双吧，小雪用不到了。乐器发好了，我先走了。小雪，你怎么让他住这种地方？免得他传染给你呀。等他刮完风之后，他就能回去了。可是，可是什么？你还有别的路吗？你们作为一个歌妓，有没有想过，你们想要怎样的人生呢？我们还有选择吗？当然有。
你们应该开始想象自己的花楼。只有拥有自己的花楼，你们就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。小双，好好跟你姐姐说吧。月娘说，过两天就是先生生日了，他会在我们的楼里宴请先生。到时候，你只要等先生半醉，就可以成事了。不能这么做，你一定得这么做。为什么这个岛上会有这样的文采呢？要不让你这个斯文人找到我呢？小说，嗯，我们给自己一个家吧。别胡说，你早就有一个家了。可那个家不是我的。我想要重新开始，和你一起。啊！谁把鱼缸放在这儿？是我的。都拿来了，你还没换？拿着，拿着。待会儿月娘请小双先到她楼里唱个曲，小雪马上就过来向先生祝寿了。那我就先不陪先生了。等等，我先帮你调个音。不用了，我们歌妓说穿了，不就也是娼妓吗？没有人会在乎的，你先拿过去吧。对不起，先生。你刚刚怎么可以那么说呢？就算是歌妓，你也可以靠曲艺赢得尊敬的。曲艺对我们来说，也不过只是装饰品而已。说穿了，不就是寻欢用的乐子吗？白小霜，你凭什么侮辱曲艺？先生以为每个人都是白小雪啊，像我姐这种动不动就付出真感情的人，
只是自己吃亏罢了。你不配跟他比。要跟他比，就当不了红牌啦。那你就回去当你的红牌娼妓吧。那我就先告退了。先生，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去一直那是歌姬的装饰品？也许我来这里教训根本就是一个错误。你怎么能说这是一个错误呢？今天晚上不用陪他。你怎么会在这？你都看到。玩弄爱情的歌姬，会下十八层地狱吧。干嘛胡说八道？其实，爱情只是我们的一种手段。我们之前。歌姬凭什么谈感情啊？对啊，爷说过，我们的家在海上。
他是个真心的人，我宁可死也不愿意这样做。男人哪有真心啊，我们已经不是一两天的歌妓了。你不是跟我说过你想要逃离华街吗？那又怎样？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变成了无情的歌妓，那么就算逃离了华街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回你的下房去好了。白小雪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放弃自己啊？我爱他，那他爱你吗？我不知道。既然这样，那他已经没有用了。小双，小双，都是你！干嘛？都是你！小双，小双，都是你！都是你！白小双，小双，你疯了！小双，你猜值多少啊？不就一夜春宵吗？能值多少？但李二少说，他不要你的一夜春宵啊。怎么啦？过几天船就要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花老板抢了我的聘，再过几天之后我就要搭海怡的船离开了。所以我们要道别了。那我不走，我留下来。我不能让你为我留下，我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怎么不会是我想的那样？我以
经找不到像我们这样契合的指引了，不是吗？小叔，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。那你妻子呢？反正她只爱钱，就让她守着她的甄家茶庄去吧。你怎么知道她不在乎你？算了吧，她只在乎他们甄家的家业，我在她家不止斯文扫地，简直成了他们家跑单帮的。瞧你受的委屈的，岂止委屈啊！要不，你写封信跟他说，你被海贼绑了，要他拿家产来赎你，看他是要钱还是要你。如果他只要钱不要你，就可以回去名正言顺把他收了。我情愿一辈子跟着你，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设这种赌局？你太儿戏了。爱情本来就是一场儿戏。你这样玩弄爱情，你一定会输的。那我们要不要来赌赌看？我一定会让你看到，你所相信的爱情、人性，根本就经不起考验。再考虑一下吧，这个忙就只有你能帮我了，海爷。那这样吧，我分一份报酬给海爷，请海爷帮个忙吧。算了吧。可是我真的喜欢上这里了，这也是我能留下来的唯一办法了。你想待这儿吃？过去帮忙，快点。哦，好。闪开，上面别站人。怎么见过码头的腰断的还不知道吗？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哎，移到旁边去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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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吧，李晨的包车我不要，我要了一半的资产来修码头。好不好？大人别停着，是不是？那我就相信你，你会以此为家。哎，我问你，你们把他掳走了半个多月了，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要赎金呢？我们没有掳走他，是他自……是他自己下毒的太凶了。五万两，这数目太大了。去跟他说说，看能不能对半。即使对半，我们也会元气大伤啊。可是姑爷他在别人的手上，我们怎么……好了，别说了。我们甄家茶庄是我们老太爷辛苦一辈子所创立的，无论如何不能拱手让人。
真不值五万两啊。这婆娘眼里只有钱。那你要答应他吗？不。哪有人那么粗鲁的？把它拆下来，甄家的夫人来了。没想到夫人居然一个人来，说要赌徒的书给你。是我丈夫输了，我无话可说，可是我一定要看到他平安，否则另一半赎金我不会付。没问题，走。夫人一个人来难道不怕吗？怕又怎么样，我不想拖累家人。可是你被李二少拖累了。换作是海爷也不会见死不救的。怎么说？我看过您写的字，相信您不是个见利忘义的人。不要忘了，你们叫我们是海贼。海爷好。家里面。你没想过他会来吧？来就来，那又怎样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纸钱？本来是送他上路用的，现在你来了就不用了。李二少还给你，在外面等。都过去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一个人来的？是。那我们只能回茶庄了。茶庄卖了，可是那是你父亲一辈子的心血啊。芙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输了，我还是不信。唯一不能信的，就只有歌妓。
包容呢？是我。你干啊？我想去海边走走。现在去海边？你找死啊？是啊，还是我兄弟疼我。你到底怎么了吧？不管了，还在想，或许有一天我可以跟你一起出海，可是现在都已经来不及了。小松，不行，我告诉你，不行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是歌姬，而且我是当红的歌姬，你凭什么跟我在一起啊？
才输了一次就垂头丧气啊？我跟我姐吵了一架，再也不想看到她了。是不是她笑你输了？反正她也不可能乖乖辜负了，你就要拿自身之命吧。那我就亏了好多了。以后我赚的钱、收的礼都归你。如果你要赎我，我也不给你抽分子，怎么样？好，我就让他走。但是如果你这样就认输，就让我太失望了。我是输了，彻底的输了。现在你是我家的头牌歌姬，不能认输。明天一早，好好的打扮起来。就算有一天你跟我打对台也没关系，我不想要见到我一手栽培的歌姬一下子就败下来。丢了不管，留一老一少在码头。经过这台风，
你看船还开得了吗？急什么？多待几天也无妨啊。可家里人都等着急了。知道了，我待会儿去问问海爷。那你去问吧，我在这边等你。你呀，到哪儿都爱做生意。夫人，兑换银子啊。嗯，这是洋人的货币。你等等。二少爷好。如春姑娘好。可我们家小双就不太好了。小声点，人家二少奶奶在呢。花老板好。小双怎么了吗？昨晚不是台风夜吗？他硬要去给你送帖子，说要为你践行不可，这不挨了月娘一顿打呢。哎呀，你干嘛打他呢？大台风夜还疯疯癫癫，为了这个能不打吗？夫人，我早就跟他说不要做梦了，就是你别撕。小双，我们给自己一个家吧。我想要重新开始，和你一起。二少，海爷，上次跟你谈过的事还记得吗？啊，这次台风码头破坏不少，把少夫人带来的钱拿出来了修码头。海爷，那笔钱我已经订了房子跟铺子了。这样吧，等我收获稳定，我一定拿出来修缮码头。喂，你想收我房子了吧？哼！要不然，我让我妻子回去，去取另一半钱吧。好，叫他准备一下。明天我趁机送他回去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哎，哎，海爷，万一甄不容发现李二少骗他，他还会拿钱回来吗？你的慢神器。月娘，这是不能再让你拖累夸张楼了，你明天坐船走吧。那小双呢？别担心，早晚都会有人赎他的。万一要他嫁给不爱的人。够了，你懂什么是爱啊？如果你真的相信爱情，那就让文秀知道你有麻风啊。算了，我懒得亲自流放你，你走。谢月娘。小双，我也收了一个香包，放在你枕头里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会照顾自己的。月娘说的对，你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你。
都回来了，你还哭啊？我不会再走了。未来的家，把人。收了你的钱呢、啊？你的钱早就被李二少给拿走了。嗯、就是啊，谁叫他跟歌姬打赌啊？这歌姬啊，可是我们刘宇的第一品牌啊。歌姬，还有歌姬。李二少说，只要我们海爷帮他，他就要拿钱出来整修码头。嗯，可是现在他却反悔了，我们只好把你抓起来，逼他给钱。给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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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爷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这是他姐姐。真是的，你怎么可以骗海爷呢？可是，如果我把钱给了海爷，我就身无分文了。那怎么行？不卖了。二少，你现在只能做个决定了。你到底要赎他？还是说我，甄芙蓉，你看啊，我们现在赌李二少会不会来赎你？你看那边一半，这边也一半，你是赎还是不赎啊？你们别闹了，李二少会来赎他的。哎呦，小雪，你来赌啊！小雪，你赌输对不对？哎，你还不来？哎呦，不要啊！看来，李二少给这个歌姬迷住了。小张的不是真心。花样楼，所有女人都是一样的。她不一样，她聪明、单纯，但是傻。在闭关吗？放烟火啊，野猴！刘宇那边在放烟火啊！谁在放烟火？谁在放？哎，那赌不熟的啊！赢钱了啊！
为什么要救我？你救我凯莫，最傻的女人。对，我傻，我傻，所以我才会输成今天这样。你赢了。会怎么处置那女的？这还用问呢、啊？当然是做了她、啊。所以我们要撕票喽！当然要撕票啊！对，撕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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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爷，那女人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对啊，海爷，既然李二少不付赎金，我们就应该杀了那女人，当做报复啊！把他给杀了！是欠你们的，是李二少。又不是申芙蓉，嘿，你还敢讲啊？对啊，我们应该把你也丢下海的，都是你卖白小说，丢下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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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吵！李二少的事情，我们去找他算账。这件女人，我们放她回家。啊，不要讲了，可以。你有赎金，不就该杀那个女人吗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杀了她！那个人是祸害，我们应该杀了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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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真的爱我吗？我爱你，我一辈子都爱你。这什么？是我的手指头。啊啊啊啊！快啊啊啊啊！你不是说你会爱我一辈子？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啊！海爷，你不是告诉我们的兄弟说，我们的家是在海上，不是在女人的床上。你哪一个重要？真心才重要。我对你们是真心的，我对戒教岛是真心的，对这个人也是真心的。如果大家不服气，这条船留给你们。如果你们大家信我，就随我上岸。我的
的茶庄是没了，可是我还有一栋老宅子和一片茶园，至少值个3万两银子。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。把阿狗带下去。阿狗，阿狗，起来，去去去。事情过了之后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回来了，当家的回来了。啊，当家回来了。管家，咱们当家的回来了。客人来了，备茶。快，备茶，备茶。当家的，客人来了，回来了，请里面坐。真是太好了。客人，管家，里面请。小姐，您回来了，辛苦了。你辛苦了。送茶来，送茶来。这位是，海爷。请喝茶。嗯。茶请，还不赶快去准备好茶？哎，是。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备茶，快快快！快，快把椅子给搬出来。来了，来了。把我准备的好茶给端上。哎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快点。哎，赶快给这位英雄倒杯茶。是。来，请。好茶，小姐，进一步到里面说句话。当家的，您先别急，这一切都是甄管家的安排。如果官兵打赢了的话，那另一半收款我们就不必再付了。那如果海贼逃脱的话呢？哼，那姑爷就甭回来了。
他们不是坏人。小姐，那谁是坏人呢？对呀，当家的，连姑爷都不能信了，您还能够相信谁呀？小姐，你已经输了一次了，难道你还要再赌？爷爷，爷爷，爷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走开。弓箭手，杀！快快倒下！杀！芙蓉，跟我走！放走他吧。楼烧了，我们可以再盖起来，一切都会没事的。可是我没有机会了。越过风没有用。你在说什么？其实拦下马蜂的是我。你们两姐妹联手骗我。小雪不知道，如果知道她就不会走了。白小霜，我从来就不应该相信你。马蜂店。
娘，绑好了。月娘，是想放了他走吗？不，那是他应得，把他带出去。是。已经找不到像我们这样契合的知音了，不是吗？如果有一天你后悔了，我会向自己流放大海的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小顺，小顺。照顾自己，姐，我们分开后，你就不会再感应到我的麻风了。说，我存了十年的钱，藏在床下的木板里。希望有一天，有一天你能离开华杰。没关系。在哭啊！天黑了，什么事？
真的是说真的，哎，咱们洗衣服不无聊了？对呀、啊，对，哎，我待会儿呢，经常做事。大娘，大娘，生日快乐！来了。自从月石哭瞎了眼，海上就不再传来歌妓的歌声。麻风女以花样之貌过风的传说，也渐渐沉寂。大爸，醒过来好不好？小爽，爽，这不是牛鬼了吗？我们本来就是孤魂野鬼啊。之后，海面上出现了一艘剽悍的鬼船，穿梭在岛屿之间，神出鬼没。他们总在雾中出现，也在雾中消失。白姨，来了一个叔叔的，一起去听好不好？在下雨了，还听叔叔啊？哦，这帮海贼啊，以麻风岛作为据点，人人都说这是一艘鬼船，所以没人敢前去侵犯，就连关雅都避之唯恐不及。只是个桃花源，岛上的人人人平和自在，生活井然有序，世事人间天堂。到了每年的七月半，他们就会在海面上燃起一盏盏的水灯，就像温暖的鬼火一样，在黑夜中指引着孤魂野鬼的方向。
自己的泪，这样应该算是两不相欠。你残留的气味，让寂寞去溶解，慢慢迎接没关联的明天。还我你默守的承诺，你捡走的美梦，我心里好空，为什么你还不还我？被退换的以后，被偿还的愧疚，掉你的细节，还给自己。